皮，皮小妹，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。穿越障碍线。毛线还是胶带，其实都可以，孩子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只要好玩就好。找出这些东西，跟皮皮和皮小妹一起玩吧。毛线还是胶带，其实都可以，孩子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只要好玩就好。